是如，大家好，我是珊珊，还有鲁巴。Hello， 我刚刚去看咪咪酱，还有我们最可爱的咪咪酱。晚安，睡觉。咪咪太要了吗？好像等一下让睡觉。大一箱，谢谢，好大一箱啊。哼，妈可以帮忙用。好，你慢慢用吧。然后啊，鲁巴去邮局的时候啊，门口有那个，好像应该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当阿公的。有兰桂。大家有买过这个玉兰花吗？好香哦！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，我闻到，这个很香。是，我闻到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弹跳床吗？好大一个、哦！对，冬天快到了，咪咪讲很需要。这是被子还是床铺啊？带一封信呢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想来念信，我会念。好。这个我很想要，这什么东西？鲁爸、鲁妈、鲁鲁、珊珊、咪咪讲说。鲁爸、鲁妈、鲁鲁、珊珊。咪咪酱，你们好，我是最近加入的粉丝，我是一位上班族，因为每天大约晚上7点才下班，所以平常晚上无法准时看到直播，只能看重播，但大部分都是假日是能跟你们同步的。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也有养一只流浪猫，名字叫胖胖。胖胖，收养前就是只胖猫咪，所以取为胖胖。医生说可能会结什么纹变胖的。好可爱哦！是只母猫，很亲人。好可爱的啦！我最喜欢讲的。这么小你也进不去啊！持续2-3年，直到有一天。发现胖胖2天没了，好想去向可以的，发现胖胖脚受伤，弄倒了，怎么你是瓜牛吗？谢谢丸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丸子姐姐，谢谢大家这么喜爱咪咪酱，这个真的也太酷了吧！咪咪酱，我好想在里面，我想变成猫，是，你想变成猫？哎、欸，这个垫子是那个，它可以在上面这边睡的。当我的位置，哎，刚好一个那个，刚好可以当我的位置。珊珊，我觉得位置呀。你是想跟咪咪讲抢他的那个吗？我来。问妈妈。好赞哦！谢谢。那妈妈，嗯，让我选一个啊，我这个人吗？你要跟咪咪讲，要不要让你使用？你刚刚念到哪里？猫啊！我刚刚好像是在念到。猫需要啊！咦，我再生成2只猫。珊珊猫在使用。每个我要去试用一下。喵！结果我也要上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老天已经预定他接下来的行动了，他老天可能先把预定让他变成猫咪了，所以他就从越来越像猫咪。其实咪咪讲，我觉得他有慢慢的在，然后越来越嗨。他一开始来我们家的时候，他真的有点就是拘谨，但他现在真的是玩很开。而且啊，乳妈发现啊，他真的会跟乳妈就是以前他会用就稍微要咬你，但他现在真的几乎不会哦，因为我觉得他也懂了，就是乳妈知道他说你有话跟我说，那你就是轻轻的跟我讲，那我就知道了。我真的觉得咪讲都听得懂。我有长胡子，我的胡子真的好长哦。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去散步，剪掉，所以他其实他回来就蛮累的，然后回来就磕了一大碗的饭，然后就一直在睡觉。因为他今天其实没怎么睡，因为乳妈其实都会看他在干什么，所以他今天白天是没有什么睡的。我觉得乳爸今天晚上应该会很开心，因为乳爸那个咪咪酱就不会一直烦他了。是吗？他现在会睡很饱，等一下再烦我吧。是吗？那你要陪他玩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拜拜了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后悔。